这个 2S 是一个潮汐的 studio， 这个户型还很不错哦。它有一个 private kitchen， 这是它的洗手间、浴缸，然后上面是淋浴 shower， washing dryer， 然后一个大柜子，洗衣机、烘干机。这是它的一个 space， 我们在两楼，还挺接地气的，也很安静。然后进门的这边，其实我们的右手边有一个 closet，